孝顺，我孝顺，他孝顺，谁才最孝顺？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孝顺你，你就要先孝顺你的爸爸妈妈。不孝顺他，我还是人。我没有爸爸妈妈，他们是我的好朋友。我要的是收视率100万。I know the winner is going to get $1 million。没有听到刚才有人讲我们的节目不够 complete 吗？你还吃什么 complete？ 爸爸，100万太少了，200万 OK 了。